国立故宫南院今年再度跟艺术家陈怡杰合作，并且邀请了金曲爵士音乐家许玉英，在南院打造了超炫的音乐光雕秀《南靖之光》，并且在中秋节的晚间顺利登场了。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，要让大家看到不同于白天的南院之美。七彩灯光绚烂夺目，随着爵士音乐起伏，雷射灯光也随之起舞，光雕音乐秀让人看得目不暇接。从高空往下拍摄，夜晚的南院美景一览无遗。今年中秋节，故宫博物馆特别在南院推出光雕展演《南靖之光》，邀请艺术家陈怡杰操刀，还有金曲爵士音乐家许玉英负责配乐。新颖的雷射灯光和音乐相辅相成，让民众都沉醉在美景中。夜晚越漂亮，我已经把我所看到的已经传送给我的同学、我的朋友。我喜欢配乐，爵士乐不错。你在环湖步道上打造七彩灯光秀，绚丽演出吸引民众争相造访。光雕表演也将持续到11月10号，要让民众欣赏南院在夜晚的独特风情。谢蔡崇吴嘉义报道。